灰地绵渺，色受魂语，心日日作。周深辰，我来嫁你了。殿下究竟是何样貌？是否真的像世人传颂的那样是美人骨？美人骨，世间罕见，这比帝王的骨还要稀有。周生辰，小南陈王。崔氏有一女，万十一，天王曾赐婚于王祖，殿下可否收她为十一王？微叫你十一，可好？伯父没有其他好的去处，既然你喜欢，以后这把钥匙就留给你了。你的生辰快到了，这是我自离开中州以后所有湘军将领的用印，以后你每年的生辰本王就不用苦想了。年年如此，是我正经收的第一个徒弟，他们唤我一声师父，是因为我想给他们一个家，让他们在王府有住下来的理由。但传道授业从未有过。本王不日会带兵南征，这一去数载。简报。好，等我的简报。从今以后，王军只有捷报。王军在外人眼里战无不胜，可对我来说，冲锋陷阵的都是我的至亲。每次你们出征，我都怕得要命。叫一声师父好不好？或者叫一句周生辰也可以。师父在军营呢。为何不回王府？他受了伤，怕泄露消息，所以在军营养伤。去哪儿？军营。师父是中了毒箭才摔下来的。师父不让声张，每到晚上会更加严重，所以你要多加小心。我在，师父在。师父习惯言而无信，说好的归期十次有九次不作数，只有一样他做到，王军从未有败绩，只有捷报。我身上常有伤，不回王府住，怕你年纪小吓着我。又长大了一岁。你可以在军营里和我们一起过一个生辰，我们都很高兴。拜师时，十一没能换一句师父，今日不上，师父。师父要是死了。如果他死了，不希望你去找，死在何处，就葬在何处。
娘心事很重，要我为你卜一卦吗？你帮我卜一卦吧，姻缘为师妹。卜过。如何？卦象上他并无婚嫁之命。太后给他定了一门亲事，我们来接他回清河，准备完婚。自你回西周，坊间就有传闻说崔氏之女和小南陈王心苟且之事。女儿和师父绝没有，也绝不会。还有传闻说，小南陈王意在举兵，改姓自立。崔氏和小南陈王府将联手，意在分裂疆土。怎么会有人信这些？为了他，不是为了我们，你必须离开。本王在此立誓，一生驻守边关，不娶妻妾，不留此嗣。弟子崔师爷代别师父。太后说，坊间传闻虽不可信，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最好的方法收崔师爷为义女。王太后有懿旨，让我收你做义女之一，为月嫔。境内再无战火硝烟，百姓可以炊烟不断。我有一个自少时喜欢的人，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讲过。你看他们的眉目之间有什么？干干净净的能有什么？有情。在书院，他问我是否后悔年少立誓无妻无子。人世间最难开口的就是真心话。臣此一生无负天下，为夫事矣。没有辜负，从文，若有来生，唤你先娶我，可好？你不说话。那我可以不叫你师父吗？